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善巧智力啊，所学习的都是智慧，留步善根充满法界，他这个善根呢也能留步到十方世界啊，是你啊充满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的善根留步的地方。一智回向尽诸菩萨善根原理，一智深入大方便行，成就无量广大善根。佛子，菩萨摩诃萨以此善根入世回向，所谓不着世间，不取众生，气心清净，无所依止。诸法离分别间，得一切佛自在慧，不为三世一切诸佛正回向门，随顺一切平等正法，不坏如来真实之相，等观三世无众生相，善顺佛道，善说于法，深了其意，入最圣地，悟真实法，智慧圆满，信乐坚固，为善修正业而知业性空，了一切法皆入幻化，知一切法无有自性，以智回向尽诸菩萨善根圆底，修这个回向的法门，要有大智慧。要没有大智慧，他就生出一种自私的心。有一种自私心，就不会为众生来回向，能以把一切没有染着了，所谓得到一种解脱的智慧，才能为众生回向。尽诸菩萨啊，所有的一切修行菩萨道的菩萨，善根圆底，他们所修的种种善根，种种的啊利益众生的横门，这种原理呀，它都
明了了，以智深入，以这个智慧深入大方便海，这个方便的法门犹如大海一样的，成就无量广大善根，成就啊众生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广大善根。金刚闯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菩萨摩诃萨呀，修行菩萨道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大菩萨，以此善根入世回向啊，一样这种的种种的善根，像这样来回向，怎么样回向呢？就是所说的不着世间，不取众生。虽然呢为世间的回向，为众生来回向，所做的一切善根都回向给众生，可是也不着住这种世间的一切众生，不取众生的相啊，其心清净啊，菩萨的心里边呢是一念也没有，不着住到一念，所以啊其心清净，无所依止，不会说是我回向给众生，我对众生有了功德了，就只着这种功德，这就是依止了，没有所依止。正念诸法呀，常常啊生出一种正念，而不是啊一种邪念啊。正念一切佛所说的诸法，离分别见呢，离开这个凡夫的一切分别这个妄见，不舍一切佛自在慧，不会呀 舍弃了所有佛的自在的智慧，不为三世一切诸佛，不会违背呀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一切诸佛的正回向门，这佛所修的回向门呢不会违背，随顺一切平等正法，随顺所有的一切的八万四千的法门，这个正法，不坏如来真实之相，与这个佛的真实相实相这个道理一点不会相违背的，等观三世，平等观察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无众生相，没有一个只着众生的相，善顺佛道善于顺着佛道而修行，善说于法善于演说一切实相诸法的法门，深了其意深深的明了这个诸法的义理，入最圣地，入到啊这个最殊胜的这种地位，悟真实法呀，脚悟这一切的真实的佛法，智慧圆满，智慧也到究竟处了，信乐坚固，信心和欢喜心非常坚固，虽善修正业，虽然善修于一切的正业，而知业性空知道这个一切业性本空，了一切法皆入幻化呀，了达一切诸法呀都是入幻入化，知一切法无有自性，知道一切诸法呀都离开自性了，
观一切意即种种恒，随是愿说而无所着，除灭一切执着因缘，知入失离，观诸法性皆悉寂灭，了一切法同一实相，知诸法相不相违背，如与诸菩萨而共同止，修行取道，善摄众生，如去来经，一切菩萨回向之门，欲诸佛法心无惊怖，以无量心令诸众生普得清净，于十方世界不起执取我所行，于诸世间无所分别，一切境界不生染着，观一切意，观一切诸法这个义理，即种种恒，和这个一切法应该怎么样去修行种种这种恒门，随事言说，随顺这个世间的这种言说，也就是随顺世间法，随顺这个虚谛而无所着，虽然随顺世间法而不着住到这个世间法，也就是啊，在世行事出世界，你在世迷失堕沉沦，无所着，而无所着就是啊，有所觉悟，超出这个世界去了，除灭一切执着因缘，除灭所有一切的执着的因缘啊，执着你就看不破放不下这种因缘，知入实理，知道啊那个真如的离体是啊真实不虚的，观诸法性，观一切诸法的自性，皆系寂灭，那个诸法的自性它是寂灭的，寂灭了一切法同一实相啊，明了一切的法都是啊实相，这由一实相而生出无量法，所以了一切法都是同一实相，知诸法相啊，知道一切法的相不相违背，它还呀互相不违背啊，与诸菩萨而共同止，和这一切的诸菩萨呀都同止而修行，修行其道，善摄众生，善于摄受十方一切众生，入去来今，
能啊深入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菩萨回向之门，所有一切菩萨所修行的这回向的法门，他都啊能一样的和这一切诸菩萨怎么样修行，怎么样回向。于诸佛法对一切的佛所说的法门心无惊怖啊，心里啊不会听这个法太妙了就生大惊怖啊，惊慌恐怖了，不会的。他因为啊明了一切法的实相的，以无量心，用这个无量无边这么广大的心，令诸众生，令一切众生普得清净啊，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清净本源妙真如性，于十方世界啊不起执取，对十方的世界也不啊起一个贪着执取的心啊，也不会说这个世界是我的，那个世界是我所有的，所以说我所信，我和我所有的信，于诸世间无所分别。为什么，他没有执取呢？就因为他无所分别，于一切境界呀，不生染着。所有十方世界这些个境界，他完全。不贪不染不执着。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 Does anyone have a question? 这个我觉得他的问题是慢慢是如果做菩萨以后是不是受苦为之，是不是这个菩萨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不是他的身体，不是他从凡夫人受苦一样。当然了，你要是菩萨，他的境界和我们凡夫正相反。菩萨并没有说把他自己这个身体给了众生了，他没有身体了，他还是有，但是他不觉得有什么痛苦，他也不执着这个身体。我们众生啊也有个身体，但是我们众生啊就执着，执着这个身体呀， 这个身体认为它是好东西，要保护着它，所以就有很多麻烦。菩萨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他不执着他，因为他不执着了，所以也就没有痛苦了。咱们这个人呢，因为执着他，所以才有痛苦。那么你能不能没有执着呢？问你自己了，你自己有执着没有执着啊？看看自己有没有执着。你要没有执着了，有谁知道痛呢？你要有指着，那当然和菩萨就不同了。要如果没有指着，什么也没有了，也不指着吃东西，也不指着穿衣服，也不指着一切的欲念，什么都没有了。清修一切出世间法，欲度世间无取无疑，欲深妙道正见老古，立诸王见了真实法，譬如真如遍一切处，无有边际，善根回向一佛入世，遍一切处无有边际。
机，尽行一切出世间法。咱们修行呢，就要修这个出世间法。在这个世间呢，忍苦为乐，流连忘返，不知道超出这个三界，不愿意出欲界，不愿意出色界，不愿意出无色界。在这个三界六道里边轮回不息，六道就是天上的天人和这个恶修罗，才有人间的人，这叫三善道，又有畜生恶鬼地狱，这叫三恶道。这个三善道三恶道是我们人呢在这里边头出头没，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轮回没有完的时候，在这六道里头转来转去，忽然而天，忽然而人，忽然而个恶鬼，忽然而畜生，忽然而地狱，忽然而修罗，都是啊没有一定的，随业受报。在这个三界六道里头来漂浮啊，现逆，所以要勤修一切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修一切的禅定，一切的断欲去爱，这种种的清修戒定慧，体灭贪嗔痴，这都是啊要出世的。那么出世要先由三十七道品做起，修这个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再加上五根五力，这是啊二十五种法了，又加上啊四念处、四正勤、四入一足，这合起来呢就三十七道品，三十七种助道品，这都是啊出世的、出世间的法。于诸世间，对这个世间法呀无取无余，没有啊取着的这种的心，没有依赖的心，没有依止的人，依赖的心无取无依。于深妙道，于最深这个不可思议这种的菩提道，正见牢固，有一种啊正知正见，这正知正见呢非常坚固的、牢不可破的，立诸往见呢啊，这正见呢就离开一切的往见，往见也就是妄想，也就是邪知邪见啊，不了达真实的义理。那么这个没有妄见了，离诸妄见，能了达真实的法，
真实之法。了达真实法就像什么呢？譬如真如，好像啊，这个真如自性啊，这个如如不动，了了成名，这个真如实相的离体一样的，它能啊遍一切处，这个真如是遍一切处的，无有边际，它没有一个真如的边际在什么地方。善根回向已复入世啊，这菩萨所修的善根也就好像这个真如啊遍一切处没有边际的一个样子。所以啊，用这个没有边无有尽这种的善根来呀为众生回向，也就和那个真如是一样的，遍一切处，它也是遍一切处，无有边际，也是没有边际啊。所以啊，菩萨所修的这个种种善根都是没有边际的。如真如真实为心，善根回向一佛入世，了一切法真实为心。譬如真如恒守本性，无有改变，善根回向一佛入世，守其本性始终不改。譬如真如一切法无性为性，善根回向一佛入世，一切法无性为性，譬如真如如无相为相，善根回向一佛入世，了一切法无相为相，譬如真如绕有得者，终无退转，善根回向一佛入世，绕有得者欲度佛法，永不退转。譬如真如，真实为性，这个真如啊，就是以真实为性，没有一切的虚妄相。所以啊，善根回向，菩萨所修这个善根回向给众生，也就像这个真如以真实为性是一个样子的。所以说以复入世，了一切法真实为性，明了一切的法呀，都是以真实为它的本性。又譬如真如恒守本性，真如啊常常不离自性，所以叫恒守本性，无有改变，什么时候这个真如也不改变的，这天地都改变了，世界都改变了，一切人类也都改变了，唯独这个真如自性是无不改变的。善根回向已复如是啊，菩萨所修这个善根也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回向众生也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说已复如是，守其本性啊，这个善根呢也常常守他这个本性，始终不改，始终啊不会改变这个善根的自性。又譬如真如以一
切法无性为性，一切法呀远离自性，没有自己一个体性而为他的体性。善根回向以复入世啊，这所有的善根呢，所修的善根也像真如这样没有改变，了一切法无性为性，一切法它以无自己体性为体性。又譬如真如无相为相，善根回向以复入世，这个真如没有自己的自相，这个善根呢也没有自己的自相，他的回向给众生也没有自相。了一切法，明了一切的法，无相为相，也是无自己的体相而为他的体相。又譬如真如绕游得者，绕游所得者终无退转，他志向前精进而无退转。善根回向以复入世，这个善根呢，菩萨的善根也就像这个真如啊不退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绕有得者，绕有啊得这个真如的，欲诸佛法永不退转，对于这个佛法呀也是永远不退转的。譬如真如一切诸佛之所行出，善根回向以复入世，一切如来所行之处，譬如真如离境界相而为境界，善根回向以复入世，离境界相而为三世，一切诸佛圆满境界，譬如真如能有安立，善根回向以复入世，悉能安立一切众生，譬如真如若性常随顺，善根回向以复入世，尽未来劫随顺不断，譬如真如无能测量，善根回向以复入世，当虚空界尽众生心无能测量。又譬如啊这个真如，他是一切诸佛啊所修行的处，所修行处所，这个善根回向以复入世，菩萨所修的善根是一切众生啊所行处，一切诸佛所行处，所以说善根回向以复入世也就像这个真如啊是一样的，一切如来所行之处，真如和这个善根都是一切佛所行处。又譬如真如离境界相，真如是啊实相无相的一个离体，所以说离境界相没有一切的境界可表达，而为境界，可是啊在这个离一境界相又现为境界，菩萨所修的善根也是这样子，
离一切境界而现一切境界，所以说上根回向以夫入世，离境界相而为三世一切诸佛圆满境界，这三世诸佛的圆满的境界。又譬如真如能有安立，这个世间一切一切都是真如所安立的，那么善根回向以夫入世，悉能安立一切众生。又譬如真如性常随顺，他常随顺一切的境界，善根回向以夫入世，也是这样，尽未来劫随顺不断，尽未来劫呀，这个善根的随顺一切众生而不断绝。又譬如真如无能测量，这个真如啊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可能测量的它的究竟的样子。这个善根回向呢，以夫入世，等虚空界尽众生心，无能测量，也是啊没有人能可以测量的完全的。有什么问题没有？真如它是没有相，但是和那实相是一样的，真如也就是实相的那一个另外的一个名称。这个实相是无相，但是无所不相，一切一切都包括在实相里边，没有什么不是实相，也没有什么不是真如。所以这个真如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说譬如真如充满一切，善根回向以夫入世，一刹那中普周法界，譬如真如常住无尽，善根回向以夫入世，究竟无尽譬如真如无有比对，善根回向以夫入世，普能圆满一切佛法，无有比对。譬如真如体性坚固，善根回向以夫入世，体性坚固，非诸回脑之所能足。真如也就是实相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名词。那么真如它是随缘不变，不变有随缘，常随缘而常不变，常不变有常随缘，所以叫真如。真如也有自在的意思在里头，所以这个真如啊是一个法的本体所以说譬如真如充满一切，
这个真如也是尽虚空遍法界充满一切处的。那么善根回向依福入世，也就像这个真如怎么能啊充满一切处的，一刹那中普周法界。这个善根呢，菩萨所修的善根来回向给实际，这个真如也就是实际。那么所以说在一刹那很短暂的时间，普周法界，普遍周满法界。又譬如真如常住无尽，真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它常住无尽。善根回向已复入世，菩萨所修记的这个种种的善根也是无尽的所以说已复入世究竟无尽是无穷无尽的。又譬如真如无有比对，没有什么可以和它比对的，可以来比较的，相对立的，它是绝对的。善根回向已复入世，这个菩萨所修记的这个种种的善根来回向给众生，回向给实际，回向给菩提，已复入世，也就像这个真如啊没有可比的是一样的。普能圆满一切佛法，无有比对。菩萨所修这个善根能普遍能圆满一切的佛法，无有比对，没有啊可比较的。譬如真如体性坚固这个真如是没有能破坏的它这个体性因为它没有相，所以呀，没有能破坏的，所以体性坚固。这个真如是永远存在的。善根回向已复入世，体性坚固，黑诸魁脑。这个善根回向啊，也像这个真如似的，不是一切的迷毁和这个烦恼之所能阻，他们所能破坏的，所能阻坏的。真如不可破坏，善根回向已复入世，一切众生不能损坏。譬如真如照明为体，善根回向一佛入世，以普照明而为其心。譬如真如无所不在，善根回向一佛入世，与一切处悉无不在。譬如真如遍一切时，善根回向已复入世，遍一切时。譬如真如性常清净，
善根回向于佛入世，住于世间而起意清净，譬如真如于法无碍，善根回向于佛入世，听一切而无所碍，譬如真如为众法眼，善根回向于佛入世，能为一切众生作眼。这个真如一切天魔外道所不能呢阻坏它。那么又譬如真如不可破坏，真如无相无体无性，所以啊虽然是无所不在，但是你还不能破坏它。善根回向一复入世，菩萨所修种种的善根，用种种的善根来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实际也就像这个真如是一样的。一切众生不能损坏，所有的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人类，没有方法可以破坏这个真如的。譬如真如，又譬如真如啊，照明为体，它以光明照耀三千大千世界为体，善根回向一复入世。这个譬如真如啊，以这个光明照耀作为啊它一个体相，这个善根呢，菩萨所修集的善根，也就啊好像这个真如有光明照耀尽虚空遍法界是一样的，它也啊普照明，以普照明，以啊这个善根这种普照明而为体性，作为啊这个善根的一个体性。又譬如真如无所不在，这个真如是无在无不在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真如的。善根回向一复入世，这个善根呢，菩萨所修的这种种的善根，也就和这个真如啊这种体性是一样的，于一切处啊细无不在，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真如啊，没有一个地方啊没有真如的。又譬如真如遍一切时啊，真如它既遍一切处，它又遍一切时，不论时间和空间，都是啊真如充满的时候。所以说譬如真如遍一切时，也遍一切处，善根回向一复入世，菩萨所修集的善根来回向给众生，回向给实际，回向给菩提，和这个真如啊遍一切时一切处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善根回向也是遍一切时的，
虚如真如，又啊好像这个真如啊性常清净，真如它本性是清净的。这个善根回向，菩萨所修集具的善根回向给实际以夫入世，也就像这个真如净堂清净是一样的，住于世间而体清净啊。这个善根是住于世间，而这个本体呀、也是清净没有染污的。不譬如真如于法无碍，他对一切的佛法无所障碍。善根回向于夫入世，菩萨所修的善根，继续的种种的善根回向给众生菩提实际，于夫入世也都像这个真如是一样的，周行一切而无所碍，能啊周遍行于一切处而无所障碍。又譬如真如为众法眼，说众法的一个法眼，善根回向以夫入世啊，能为一切众生作眼。这个善根呢，也就好像一切众生的眼目一样啊，令众生啊都得到光明道